哇，我们看到大草原哎，闻到这个岔路了，走。经过白种号是大草原了。靠，然后大草原是那干那个出进口，干那入口那个草原就那么大，然后那个是好几倍大。期待。我上次走到这边，我上次没有走下去。OK。上次来好像是七八年前的吧。几年前？七八年前，五六七八年前差不多。因为每次去肯定会踩的不一样。上次我去鹅銮鼻，上次我去出火，就每次踩的点都不太一样。嗯。肯定可以玩的自然太多太多，就是漂亮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每次去都去不完。应该说一个点要兼顾一个品质，也不是说走马看花，一个点至少花两三个小时在，所以不要塞到行程是最好的。确实，那你什么都没有感受到，你在感受你他妈出门玩的氛围。上次不是跟你爬那个什么什么，那个什么小的吗？嗯、那个七星山吗？之后我跟我朋友去，跟我朋友爬到我们的一半，他就不爬了。真的？然后臭女的说爬现在是他，然后说不爬还是他。我给他讲就好了。女生都这样。女生都这样、啊。女生都这样。我们好，爬山好漂亮，我们去看爬山好不好？嗯。我跟你讲啊，一飞的话。